观众大家好，我是陈大任文涛老师。我们站在这里要做什么？反服贸，对不对？对。我们学生25年前也百合运动，我们现在接近25年后，我们手上有没有谁有太阳花？我们常见的朋友有太阳花的举起来。我们进行一场太阳花的革命，我们要告诉这个政府，如果再听我们的声音，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呼唤太阳，让我们以太阳之名来惩罚你，对不对？谢谢各位。我前天从成大10点钟开车上来，凌晨2点钟到。因为我们成大毕业生林非凡，还有其他朋友，我们进去了立法会了。前两天一起多人说学生去报名，但是我发现我们都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去在探讨，到底我们政府在骗我们什么？我们是报名的。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做台湾会香港化吗？我可以告诉大家，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他要配合中国。我们的敌人以1000多颗飞弹指着我们的敌人，一起不费一兵一卒尝试要并吞台湾。香港现在已经被并吞了，香港一直以一国两制为目标，但是发现现在越来越像一国一制了。我们香港现在我们问问题，台湾或香港话，香港话有什么不好呢？我告诉大家，现在香港主要的街道上面都是金行，就是我们的银楼，卖金卖银的，还有卖名牌的 LV 的，他们服务谁？他们就是服务中国的旅客。为什么？因为香港是个免税的天堂，他们来了香港买一买两天就走了。另外我们现在的香港的物价非常的高，大家在吃的便当，在台湾有没有吃过那个烧腊便当？现在的烧腊便当在香港大概要200块台币，甚至有地方是250块。为什么？因为香港的租金房价都非常的贵，很多的人都住在我们的所谓的鸟笼里面，我们的白格屋里面，一个25平不到的地方，可以住50个人。这就是香港。你就算代表吗？我们在台湾，我来了台湾10几年，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土地，越来越跟身边的朋友变成好朋友。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守护的是台湾的民主。为什么这次是太阳花的革命？因为我们发现服贸的黑箱作业
有人说我们反服贸黑箱，但是不一定反服贸。当然大家思考我们到底该反什么，为什么是黑箱，因为黑箱里面很多是大家见不到的肮脏的欺诈讨好对方的利益的交换。所以如果我们打开这个黑箱，你就会看到里面到底藏了什么。我先跟他报告有四个部分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部分，在黑箱里面的最重要一环就是金融业的开放。金融业的开放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我可以告诉大家，目前在台湾，如果我们需要去申请信用卡或其他的开户等等的，各银行都有权利去廉政中心调阅各位的银行的信用的资料。这些资料非常宝贵，因为牵涉到我们的隐私权。但是我们开放中资银行来的时候，大家不要忘记，中资银行是国有的银行，是中国共产党拥有的银行。他进来之后，他可以透过廉政中心的资料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信用资料。这个有什么影响？当然有影响，他会随时打压他不喜欢的人，反对他的人。第二个，我们开放了通讯业，如果我们开放通讯业有什么影响？第一个，中国的通信公司会收购我们的通讯公司，最后我们的网络的建制会以华为这些中国军用的公司来做控制。结果是我们的通讯会被进一步的监控，我们的手机、我们的通讯、我们的 email 都有可能透过后门程式，如果他针对特定的人，他就可以完全掌握我们所要带出的讯息。大家有没有听过香港最近发生的刘金图的事件？前《明报》总编辑他被砍了，大家有听过吗？他为什么被砍？他是我的学长，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从以前一起当，他本来可以当律师，现在当从新闻记者开始，一起当到总编辑。他为了说维护香港的言论自由，他尽了总编辑的本分，尝试去揭露中国那一党在海外的这些被认为是贪污的收益。结果他的待遇就是被砍，受到生命上的威胁。如果我们开放中国的广告业进来台湾，开放中国的出版业进来台湾，我们一定会面对被抽广告的可能。我们的出版业，大家有发现，在香港的中华书局，他出版一本国外学者的翻译的书，结果他把翻译的版本里面关于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段落删除了，在没有问过作者的前提底下。我不愿意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那么着急，是因为这是一个中国对台湾逐步的并吞的蓝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大家应该如果有注意的话，
今年九月，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从台湾的台北跟高雄分别会有两条的跨海大桥连到中国大陆的地方。他以根本就已经把台湾当成是属于他的领土的方式来去规划。我们每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些威胁，我们在温水煮青蛙，我们没有感受到。那我们香港的经验可以告诉大家，我们有可能逐步的会被政治的控制。我们在站在这里，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要求我们的政府马英九总统跟蔡英文院长，我们要求他们必须要尊重人民的立法民主的权利。我们希望退回国贸重启谈判，我们希望我们的太阳会照进这个黑箱里面，只要大家看到黑箱里面藏着什么，我可以相信大家应该坚持反对这样的闯出的通过没有被公开讨论的国贸议。我们今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我们有政治的团体，有民党的台联，他们有动员民众上来。民党已经夺了很久的时间了，我们过去一年多两年来的抗争，从反送中把民进垄断，他们都没有主动站出来跟人民站在一起。那今天他们也要站出来，要告诉这个执政党，我们要改变。我们常常会说我们不要谈政治，但是我告诉你，我告诉大家，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跟我都不关心都不了解，就是一群肮脏的人，他们在搞政治。我们不去监督，我们不站出来，这些人会继续搞他们肮脏的政治。所以我们要站出来，要告诉他们，我们要夺回我们民主的权利。我们在里面的学生朋友已经占领超过100多小时了。前天晚上我有进去看到的是很多我没完全不熟悉的面孔。我们看到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非常感动，因为我本来以为他们要来的应该都是我们长期参与社运的人，结果不是。结果我们这些人站出来了，马英九是怎么回应的？他把他当成是一个政治的斗争。他今天说要跟王定平院长协议，这个罪魁祸首是行政部门，他将把责任推给法律，我们立法部门，这样子对吗？我们这边郑重要求马英九跟张宜桦立刻收回这个国贸协议，重启谈判，否则我们会做到张宜桦跟马英九下来为止。对不对？我在这边也想跟各位，如果这里有香港的媒体，我们希望告诉香港朋友，我们台湾也是关心香港的。我们香港朋友目前非常艰苦的在争取民主。有没有朋友听过占领中环？占领中环是什么？
就是香港人等了十几年，不止十几年了，等了一百年了。我们从英国殖民地到了变成中共的殖民地，我们都没有民主。现在他们占领中环，结果中共跟香港的政府一起在抹黑他们，说他们扰乱香港的秩序。如果没有民主，我们的法治，香港法治也会继续沦丧。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梁振英上台之后，他出来做举动都是要架空现在立法院的权力。所以即便未来争取到普选了，我们很多立法院本来的权力也已经被架空了。香港那么辛苦，我们台湾朋友你可以在这边也为香港的朋友打气，谢谢，代表香港朋友，谢谢大家。最后，我们希望我们在场内的朋友、同学们，你们要加把劲，我们要挺他们到底，对不对？对。最后，我们喊，我们原来一直在喊的口号：退回不冒，退回不冒，捍卫民主，捍卫民主，退回不冒，退回不冒，捍卫民主，捍卫民主。谢谢大家。